先继续来看到宜兰县头城手歌活动，这礼拜是伫要上场。顶礼拜六因为拄到碧落风台来伫咧乱，透大风，加一个重500公斤、悬10公尺、大地高站，甲伊渗倒伫咧涂骹。经过赶紧定制作了后，张下波出动大型的机械，甲这个高站吊伫咧边啊，该在无影响到这礼拜是手歌活动两时节日。你安尼手真袂累去啊！大家合作用竹子甲藤条来甲白鹤岸宜兰头城的手歌活动特别高啊，唔过被了风台扫过，这个用传统的方法来白个歌唱，煞未堪要大风倒落来。他们刚刚定做这个歌唱有超10公尺，悬500公斤重，顶个有白制品，佮有米袋啊。因为无用铁线还是塑胶索啊，所以无讲怎样，风一个上头就倒去，制品散甲规世界。有风迄个锁啊，因为咱哦要拔高纤哦，啊有加刷叮当，啊所以讲伊的承受力较无够，所以讲迄个高纤哦，就从啊安尼倒落安尼吼。咱头先定非常的团结，咱哦即个同啊赶紧紧甲拔起来，咱今仔日就是定两点的时间吼，咱早两点二十分哦，这个时吼，咱要搁家裁倒，要搁来裁起来安尼。高纤无害个真严重，宜兰县长林祖庙嘛去到现场，伫高纤定裁起来进前，做伙拜拜求平安。主办单位选好吉时，出动大型机械，搁一届甲高唱吊起伫高平顶的，好佳哉无影响到29号的唱歌的活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